包剪就必胜法。One two three. OK， 大家好，我是家聪啊。相信大家咧由细到大都经常玩呢个包剪揼。包剪揼呢个好似好公平嘅 game 但系原来唔公平嘅。原来有好多唔同嘅包剪揼嘅玩法啦，系可以提升你赢嘅机会。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呢个大三巴啦，我就决定实测下呢个包剪揼必胜法。究竟呢个包剪揼必胜法能唔能够令我成为呢个必胜法呢？咁我今日就带一啲澳门嘅特产，呢个超难嘅朱古力，我就会喺呢度揾一啲朋友就同佢猜包剪揼。咁如果佢哋赢咗嘅话我就会请佢食一条朱古力，感受到我哋澳门嘅热情。咁如果输咗嘅话咁啊大镬啦，我就睇一睇佢哋有冇 YouTube 或者 IG follow 我哋。咁基本上呢个系买 follow 啊，平时你哋系一打一打咁买嘅。咁我哋今日就俾啲诚意，我哋用朱古力去买。咁睇我哋今日可以买到几多 follow 啊？出发，你有咩睇法？我覺得你取之冇同底先咯，唔好大啊！你覺唔覺得有啲熟悉啊？我覺得我哋揾一啲佢睇落去似係會有 YouTube 嘅人，如果唔係我哋今日就能夠成功買到呢個 follow 啊！先生，你好。先生你好嗎？我可以跟你玩剪刀石頭布。不玩了，來澳門也不玩，來澳門幹嘛？來公幹。包剪揼就揾唔到人同我玩啫，不過唔緊要啊，因為我仲可以喺呢個 What's Royale 嗰度揾人同我玩。What's Royale 係一隻單手操作嘅塔防同埋卡片收集遊戲，入邊嘅實時 PVP 同埋 Cop OP 模式都可以俾你去自己制定策略。你可以因應遊戲要對抗嘅魔王模式去揀升級或者合拼你中意嘅英雄，同你嘅夥伴並肩作戰，創造出屬於你自己嘅 What's Royale 必勝法。而喺 PVP 模式入邊程式仲會隨機幫你揾人同你玩啊，俾人拒絕都唔使驚啦。佢嘅遊戲模式都係比呢個 Cop Up 嚟得快嘅，興奮同埋刺激嘅程度一啲都唔輸俾包剪揼。咁你中意舒舒服服喺屋企玩又得，平時翻工放逼嘅時候偷偷地玩五分鐘休息下又得。咁如果你都有興趣嘅依家可以加入下邊嗰條 link 或者係掃下 mon 上面呢個 QR code 都係即刻免費下載呢個 What's Royale， 仲可以獲得呢個特殊大師寶箱獎勵。入邊有咩就有呢個金幣啦、卡組同埋魔法塵埃，可以俾你兑換呢個傳奇卡。如果你用 iOS 版本嘅話就可以喺首次開 game 嘅時候揾下呢個 app tracking 嚟獲得呢個。補償獎勵嘅數量有限，你都快啲嚟玩啦！支持 What's Royale， 即係支持我，咁唔好講咁多啦，繼續睇片啦。我已經有目標啦，揾到一個咧，佢望落蠢蠢地，好容易俾人呃嘅人，我哋而家就同佢玩。你有空嗎？我在拍一個節目，我想跟你玩那個包剪刀。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如果你贏了，我請你吃巧克力；如果你輸了，你有沒有 YouTube channel？ 有嗎？你就訂閱我的頻道就可以了。好，可以嗎？你這是什麼節目？包剪刀的节目，剪刀石头布的节目，我在研究那个剪刀石头布一定会赢的方法。来吗？好了，我三盘两胜，赢了你就有巧克力，好，可以吗？准备，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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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已经赢了。对啊，你赢了，请你啊，玩得开心一点。看，可以帮我们投个影啊？可以啊，帮我拿照片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啊。我个必胜法，我上网看的，他说这个方法一定会赢的，可我就不相信。走，我看到你说什么？好玩的吗？哇！我知道，我的，没事没事，我不会说的。抖音上看的，我不说出来，我不说出来。你看到了什么？不说的，我不说的，我不说。我们是朋友了已经，你订阅我，我就不说这个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我可以跟你玩一盘剪刀石头布，好，三盘两胜，可以吗？准备，一二三，一二三，哎。第一盘 OK， 好，准备一二三。第二盘一二三。我赢了。对啊，你赢了。上网的都是不可信的。我请你吃。好，谢谢。对，加减的加。嗯。
冲冲是冲冲油的冲。我手语咧就系我唔张家辉，我同讲我就系张家辉。这个就是我，有看过我的电影吗？没有啊。没有吗？没有。那没事，也不是我演的。我都同大家讲一讲，我惊你哋唔知道，佢讲呢个包剪刀嘅必胜方法咧，只要我哋出对手上一铺出过嘅嘢，即系佢上一铺出咗包咧，我下一铺出包咧，我就可以赢。咁我用咗呢个方法咧，一玩咗两次，输咗两次，我唔知啦，可能系咁啱，但我哋可以试多几次 ，work 唔 work 嘅，好嘛？玩法好简单，一阵我同你玩包剪刀，三盘两胜。如果我赢咗嘅话，你就要 follow 我 IG， 但如果你赢咗佢啦，请你食朱古力。调翻转头，你 follow 我 IG， 我 follow 你 IG， 赌就咁样 ，OK？ 但我都请食朱古力，准备一二三。睇住啊，出嚟！一、二、三，我第一次成功喎，但唔緊要，你要依家要 follow 我一次啊。嗱，咁其實你可能話，喂，咁三盤兩勝出佢上一鋪出過嘅嘢就會提高個贏嘅機會啦。咁我第一鋪點知出咩咧？咁其實咧佢有講，人咧其實比較懶嘅人嚟噶，即係我包剪就我一般都係咁樣噶嘛。多數咧會出揼先嘅，因為揼係唔使喐。第二日出剪，跟最少會出包，因為出包喐曬五隻手指。佢就咁樣講咁，但我唔知道，所以今日嚟實測下，再第一鋪出包，睇下我包佢個揼。我哋就實測下而家，準備一、二、三。唔緊要，啲勝敗係第二鋪先嚟嘅，準備1、2、3，1、2、3，1、2、3。當我冇講過。咁我哋今日目標咧就係我哋買咗總共好18條嘅朱古力，我哋希望睇下多幾多個 follower 或者 subscriber 咁樣嘛。我這個剪刀石頭布是方法，一定會贏嘅。好，那我試試。試試三盤兩次，可以嗎？準備1、2、3，三盤兩次，沒事。來來來，對對對，1、2、3。玩得开心一点啦，都仲未用嗰个咩第一铺佢会出揼嗰个理论啦。我用咗两铺，我就假设第一铺出揼我就出包，跟住两个人第一铺都系出剪，咁唔紧要啊。第一铺啊嘛，试一试，我就跟翻个理论，我第一铺就出剪，连输两铺，冇水花嘅。因为我这个咧是一个剪刀石头布的必胜的包，不信吗？我们就试看看好吗？我是澳门的剪刀石头布代表队，我是东北的，东北代表队，好，就来试看看好吗？看到吗？第一铺 OK， 上铺出头，好，嗨，嗨，哎，看到吗？好厉害！真的吗 ？Where you come from？ Germany， OK， 德国。Yeah，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OK， this is your trumpet， this is your trumpet。Hey， you too。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was fun。I won。He lost。Yeah， don't trust anything on internet。Yeah。He's lying。No。Internet is lying。我想講咧，我經過呢幾次嘅戰鬥咧，我發現呢個包戰就必勝法咧，用同唔用咧，分別都唔大。有睇啊！有睇，但冇訂啊，唔緊要，我依家玩遊戲就玩包戰鬥。咁你哋五個人贏咗就五個訂住我，輸咗就請你哋食朱古力。好。OK， 上吊包戰鬥必勝法，你哋講食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盤兩勝，一比一，一比一。唔好唔開心，唔開心，一、二、三，一、二、三。不好意思，咁多位麻煩拎起你哋嘅。呢五個朋友咧，佢哋啱都係揾咗影相，但係佢哋共通點係五個冇訂住我，原來我好失望。今日冇上網添。冇上網。係邊個？梁。OK， 好，梁生啦，我叫你阿媽。哎，包剪搭，哎，嗱，第一波我贏啊，包剪搭。好，贏咗鋪，但係俾我到你啊。包剪揼，包剪揼，包剪揼，一比一，最後一波，包剪揼，見唔見到啊？連贏兩個，但係唔緊要，小朋友，我哋為免小朋友童年陰影，喂，唔翻，我哋整個朱古力先。四分鐘。OK， 嚟到呢度咧，我想大家可以 payback 睇一睇啱啱發生咩事。啱啱有兩個小朋友，我係連贏兩個。我講個我內心個狀態啦，好嘛？我見到呢兩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就心諗：喂，小朋友開心嘅啫，係咪？我係冇用到呢個必勝法嘅。你可以 payback 睇一睇我出嘢嘅次序。佢唔知出完包，我係冇跟要出包嘅，諗住出個剪。結果我冇用必勝法嘅情況下，玩兩鋪贏兩鋪，我開始有啲迷茫。究竟呢個必勝法係真定假咧？可以吗？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必胜的，一定会赢的。My mom loves you. Your mom love me. Yeah. But you don't love me. I do, but. Okay, but your mom love me more. More, yeah. Where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香港，你讲英文。Oh, of course.
OK， 喂，你咁啊，你有冇興趣？我拍緊一個節目嘅，關於包剪頭，好難。咁我包剪頭必勝白，我贏啊！要上吊啊 ！OK， 準備，一二三，開始有標啦 ！OK， 喂，但係都多謝你上吊。Thank you， 多謝你。咁勁嘅，我唔信。你唔信係嘛？僆仔就同你好冇？你有冇 YouTube 啊？有啊。咁啊點？有冇訂閱啊？你知唔知我邊個啊？我地過你，地過 ，OK， 睇住啊，小心，一二三，三步兩成，一二三。我估的是一个必胜的方法，你很难赢我。哪个最厉害都跟我玩。好，三盘两胜，可以吗？剪刀石头布，准备一二三。那谢谢你。我故意输，哎，他看得出来，对，谢谢，我是故意输的。不关于剪刀石头布，想问你们会玩吗？会，这个我们不是澳门。没事，都可以的，全世界都可以玩剪刀石头布的。你们是哪里人啊？台湾吗？台湾更好，你们有YouTube吗？有，可以吗？准备，好，剪刀石头布，好，剪刀石头布，布，哎，布，我赢了。哎，对他们赢了，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你玩一次，可以吗？我刚刚是还没暖身吗？对，暖身，我还没使出我那个必胜法，一二三，好，一二三，一比一，二三，对，谢谢你们。以后上网看到什么剪刀石头布必胜法的，不要相信，都是骗人的。一二三，三五两胜，然后1-2，哎。多谢你 ，thank you， 真的很厉害，好，三盘两胜 ，OK 吗？准备，1-2，好，1-2，真的，好厉害，对不对？准备，1-2，我要输了，哎，永远第一次就可以，啊，你要订阅我的频道，好，谢谢，准备，1-2，看到吗？这样都会输呀。对，肯定赢的，还有一个包剪的必胜法，我赢啦，赢啦，唔系呢个必胜，先食三门两胜好唔好 ？OK， 准备，1-2-3，唔惊，三门两胜唔惊，阿全继续，1-2-3，多谢，好嘅，准备，包剪的，好，终于约啦，必胜法，哎，唔好意思，就要你出啦，哎，多谢，嚟加冲，我嚟啦，都系啊，之前做我个 friend 结婚之仪，哦 ，OK， 哎，思仪可以搵我。成功就係永遠包跟住出個揼搞掂。我哋依家仲有兩條，咁我睇下可以再加多幾多個 follow 啊？小姐你好，三盤兩次可以嗎？準備1-2-3，沒事，繼續1-2-3，我再包哦，1-1，好，繼續1-2-3。好，謝謝你。啊，我哋睇下我哋最後一條朱古力可以話我哋。带嚟几多个 subscribe 好唔好啊？我们再拍一个节目，关于剪刀石头布的，你会玩吗？然后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澳门的。澳门过来干什么？这也不是澳门吗？对啊，你是会说广东话吗？对啊。你是讲广东话嘅？系啊。OK， 我三门两胜。OK， 准备，一二三。很劲喎，系咪啊？系咪好劲啊 ？OK， 咁唔好意思啦，可能你要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你叫咩名？加聪，咁简单喎，三门两成 ，OK 你喎，准备，一二三。输咗咯，输咗，即系俾你赢咗。必胜法啊嘛，系咯，必胜法就系咁样，系咪咁意思啊？咁你两个都要订阅我啦，到时啊 ，OK， 准备哦，包剪揼。點解？到時睇片有啲點解啦，同你講呢個包剪的必勝法，可能訂住咗係嘛？誒咁仲好，好訂住咧，大鑊。喂，冇喎，可能性好低。睇開你微辣嗰啲。OK， 唔緊要。等先，呢個先生話你包剪的未輸過係嘛？係啊。OK， 咁咁啱咧，你未輸過，我有個包剪的必勝嘅方法。係。咁不如咁，我哋玩三盤兩勝。係。如果我贏咗，你訂住我 YouTube。係。如果你贏咗，我請你食朱古力。OK， 我哋準備喎，三盤兩勝。一二三。1-2-3
男人是不講大話，話未試過真的未試過。喂，咁多謝你先，多謝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估唔到啊，我哋仲有一條朱古力係用一個咁樣嘅結局啊。好啦，咁我哋今集咧就到呢度啦。咁我實測咗呢個巴戰嘅必勝法，我唔知啊，我到時睇翻條片啦。我而家咁感覺咧，其實呢個必勝法，我覺得同冇用係冇乜分別嘅，即係你用咗同唔用，可能係差唔多。多謝大家啦。咁同埋我發現咗咧，好多人可能係有睇我嘅片，但係冇訂我嘅，所以大家快啲訂我啦。同埋嚟緊咧，我都繼續喺唔同嘅地方，可能澳門、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啦，我哋會繼續玩呢個挑戰。OK， 我要將我嘅訂閱擴散到全世界，就係咁。再見，拜拜。